首先我们讲着装最基本的要求，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干净整洁是对着装的基本要求，不能出现残缺或者破损的邋遢情况，尤其是夏天有体味的女性，更要注意个人卫生和衣着的干净整洁。为保证着装整洁干净，我们应该做到整齐挺刮，不允许衣服又褶又皱。一件漂亮衣服如果又褶又皱，不会有美感。为保证着装整齐挺刮，最好要学会熨烫技术。如果是棉质的衣服，烫平后会有惊人的效果，普通的衣服穿起来可以和名牌货相媲美。因为是学校宿舍，严谨大功率的用电，不方便烫衣。但是我希望各位女生今后还是要学会烫衣的技能。即使你的衣服不是每天都洗，但也要在条件可以的情况下争取每天都更换一下。两套衣服轮流穿一周，总比一套衣服连着穿三天更加让人觉得你整洁干净有条理。穿衣一开始是为了遮羞蔽体，这是文明的表现。什么样的女性才性感？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第一感觉会认为极度暴露的女性最性感。从回头率来说，极度暴露的女性的确很抓眼球，但是人们内心未必会喜欢这样的穿着。从社会礼仪风尚来讲，大多数人会认为公共场所过分暴露的女性很俗气。其实过于保守和过于暴露都是不自信的表现，因为过于保守会让人感到对自己的身体不自信，而着装过于暴露的女性令人感到对自己的人品魅力不自信，需要用身体吸引别人的注意。女性身上其实有多个性感特区，比如耳垂、后颈、锁骨、肩膀、手臂、脚踝等。因此想让自己更性感的女性要学会利用这些部位，比如在耳垂上戴个闪亮的耳钉或吊个大耳环，在脖子上戴个精巧的项链，在手臂上戴个手链，脚踝处戴个小脚链，或根据场合喷点香水等。我们说适当的露背、露胸、露腿、露肚脐都能明显提高你的性感指数。巧妙地将服装与身体相结合，在穿戴上适度把握分寸，性感而不媚俗，才会有女人味。只有着装文明才符合社会的道德传统和常规做法。真正的性感还要用坚实的内涵做后盾，充满魅力的女人味是通过得体的装扮、优雅的举止、丰富的见识和谦逊温和的品行展现出来的。